保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。 2924票，请按表决器。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健全国家安全体系。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，保持战略定力，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，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。主席团会议。 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。